啊，我记得嘞，他当了一年多了，啊，所以当时啊，没地嘛，没地起来了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变成讲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希望讲咱大家同修，真正会当好好来，心爱来学习道德这两字，哦，真正用心来甲研究学习，你要才真正实践道德两字出来。哦，啊，若无有当时啊，咱做许个做事业啊，爱比较上，比较上啦吼，啊上安怎上安怎，迄拢毋是道德啊，那不是道德，那是批评，那是个讲法。哦，我安尼吼，啊，咱就讲别人，啊，别人就讲咱道德，所以嘛，咱这种东西，真正咱要修到修心，只要心念要修好。真正足重要，足重要。咱所以咱讲起人来讲，修身稳稳定，啊，意欲当真，你着真正坚持你身躯的稳定处，哦，毋通叫故意出来。迄、那个妄念，迄、那个歹念，哦，叫故意出来。你若无管甲，歹念，后日好变大威吼，大低大威。你就爱养古话古话的哈，无用古话古话才会得啦呢。哦，所以迄就是讲啊，变树啊，会大变啊。你要甲修改先做困难啦。哦，安尼无啊，所以咱今日各位同事，咱也好好在共同的努力。哦，啊，因为无法个时间无济，啊，所以要讲长也未使，啊，要讲短也未使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希望甲恁大家祝福。啊，今日大家对学习、学习这特别精，啊，会当大家共同的发起小满，啊，好祝愿大家啊，道路方便、身体健康，大家平安健康，啊，会当安尼好好度化众生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全体。转世前人慈悲，前道一功，昏道一功。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前人慈悲。再来。